没事没事，怎么都是死，怎么都得挨这一刀。你知道死你还去干什么呀？紫菱阁，李英听谁的？一凡啊，一二三，走。马上过来啊！姐姐，吃饭啊？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姐姐？不。哟，杨东也来了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不打笑脸客嘛。就是。我不喜欢这种客人，总可以吧？那姐姐、姐夫。哎。谁是你姐姐姐夫啊？别乱叫啊！哎，我行，有事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们来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结婚领证了啊，那给您送点喜的。跟这个人领了结婚证了，是吗？是的。那个老婆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看人家两个人不都已经结婚了吗？算了算了。你懂什么？你不要管我，走！别，姐姐，你别，不要看了。好，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算了。哎，姐姐，我走，别这样看了，你们，姐姐，不要看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走，好了呀，好了。给我滚！我没要你这样的妹妹，你给老亲家丢了脸，我不要你这样的。行了，行了。真是有点不着四六，挺聪明一个人，怎么办这么糊涂一件事儿？你说他有胳膊有腿的，他想干什么呀？他，你找个外地姑娘嘛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还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我跟你说，大姐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说死我都想不明白。好了好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说东子都拿了结婚证了，怎么着还得让他把结婚证撕了？我就咽不下这口气，我真咽不下这口气，大姐。你说哪有这样的孩子啊？想干嘛就干嘛呀？那大人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。得了，要我说呀，东子嘛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东子不是您教育自个儿教育的儿子吗？您说您他们的事您老往里掺和，他又不听您的，您真气出个好点来，不你得自个儿受着，较劲没用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想开点吧，想开点，我全能没生这个儿子，没生他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大姐，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吧。这什么呀？我也懒得见他。钱。他不要结婚吗？我看这架势拦不住。你说我这当妈的，我也不能什么都不管呢，是吧？也不那么回事儿。雅琴呐，这就对了。
妈还是妈呀。秦阿姨，哎，那您慢点走啊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嗯，再见啊。放心，我一准交她手里。扇子挺香的啊！你看，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就别想了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咱俩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啊！我以后就是老公，你就是老婆。这个人家都说了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咱俩都……我不能喝酒。嗨，你看看你。这为了咱俩这一百年是吧？你怎么也喝一杯？哎，红哥，哎来了！哎，马哥，快快快，进来进来！哟，快进来！这小两口吃上了哈！来，坐。哎，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媳妇儿秦月，这是我马哥马桑，你小时候经常帮我打架。行了吧你，那点丑事就甭提了啊！坐。来。哎呀。你去拿双筷子吧。哎，别去，弟媳妇儿，你可先别忙，怎么着，你也得先给我点根鞋烟吧。你操，来干嘛呢？哪有你的事儿？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这喜宴哪有你点的份儿啊？这必须得是弟媳妇儿点。别那么多事儿，懂不懂啊？你来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。事儿啊，这时候必须躲。快点去。哎，得嘞。哎呀，行啊，行啊，好啊，好吧。你看啊，肚子可是见长，有点疼啊。你想啊，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可悠着点啊。去，说什么呢你？这是经验之谈，哥哥是过人。什么经验这？你别搁那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回来你可千万别说这事。这不这盖呢？这事你可就不许说，别提这事儿。但是孩子在肚子里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么着啊，今天呢，哥这来呀，主要是为这个，这是我跟你小云姐。心意啊！哎，谢谢马哥，拿不拿的份儿？来，弟妹，应该是。哎，谢谢马哥，甭嫌少啊。祝你们俩呢，幸福美满啊，早得。我以茶代酒吧，我不能喝酒。来，喝一杯，对。来，我先干为敬啊！来。这喜烟也抽了，喜酒也喝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俩好事了。走吧，我先送送了。行了，你甭送我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小云姐，别客气啊。红包呢，全都送你了。来来来，哎，这么多年你不记得，走，慢走啊。哎。干嘛了啊？没事。那个，他这人就这样，你别在意啊。我不在意。啊，就是那次，哎，坐，别客气。不了，我困了，你就先睡了。这个，你收着吧。晚安。